转太多，转音转太多，有点缺氧，但你就知没有事，唱这么多音，唱这么多没有听过的音，先请小胖老师讲评。你就用刚，请借着我的心，请听。确定，确定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现在才揭晓，啊！可以吗？叫你三选一，你就不要。三选对啊，你要先试船，你要先第一关先过再说嘛，你不要去考虑后面。有没有人？我会，我会。后面不行，绿衣服的吗？好，哎呦，救国团的同学对不对？来，错几个字？也是错一个字，错一个字而已。对对对，请唱。请贴着我的心，请听。不错。你爽成这个样子，他刚讲。大家都爱唱歌，要唱歌就来百万大歌星，对不对？对。奇怪，今天参赛者为什么站在我的左边？开玩笑，我是主考官啊。紧张。之前是因为齐秦来，没有人比他更猛了，而是不能够站。你们这个什么身份地位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主考官出片了，出过片。哇，好好听哦，瞧瞧，哇，终于出片了，大小百合。喂，大小白痴。凡人和他的朋友们。谢谢。今天出题的来宾既然是凡人，一定跟他们有关的歌曲。哦。所以你们要想。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歌，也许他们选过的歌。哦，没错，这个歌很棒哦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对对。猜猜看，征服。哎呦 ，No No， 真是厉害。哎呦，哎，真的，真的，没错，征服，对不对 ？Oh my god， 好紧张。那英的歌曲哈，好好，1998年的作品，是是是，来，征服。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和音还真好听。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，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还有一句，我的心情是坚固。请。我的决定是糊涂。恭喜陈羽凡同学奖金挑战赛。啊，好可惜哦。唱歌的时间到了，站在我旁边陈羽凡同学。耶。陈羽凡有没有什么歌唱的经验告诉大家？之前有在一个美国的 pub 驻唱过。所以你在美国唱歌其实是唱的是英文歌为主吗？一开始是唱英文歌，后来因为观众都是台湾人，就要求我们唱，甚至有时候连台语都要唱。可是台语有时候一唱，下面就一直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重点在这里啊，你唱的不好或者发音不标准都没关系，你只要把词唱出来就可以。对不对？对，这也就是他担心的地方啊。搞半天就是唱不出来，所以人家笑他。对对对对，唱不出来你敢上来啊？不 ，OK 的 ，OK 的。有机会，最少我们要这个，我们有人上来一关都过不了，所以你只要过一关就好了。我不要这样，我的门槛好低哦，这是鼓励哦。来，好，看看什么样的歌题。经典台语歌，来，哎，斧头，斧头，不是，是，嘿，应该会，不要被干扰，不要被干扰，从 KTV 热门点播开始，聪明，哎，
近期还是常常去唱 KTV， 对，还是常常唱。好，看看有没有陈羽凡常常唱的歌曲 ，KTV 热门点播，最浪漫的是赵永华，对，爱很简单，你这爱很简单，最浪漫的是，对，马上就止了，赵永华的歌，对，林志炫，林志炫，爱很简单，爱陶喆还口急啊，他很紧张，爱很简单，陶喆的歌曲，这是1997年，应该算是近期的歌曲。音转太多，转音转太多，有点缺氧，知道吗？带点力就摘，没有事，唱这么多音，唱这么多没有听过的音，先请小胖老师讲评。对啊，你难得有机会，人家一定要拼嘛，但是蛮好听的。各位注意一下，八个字，重点就在这八个字，前面唱多好。都没有用，八个字不过，你就会创本节目新低零元，那是平记录啊，平记录了。哎，主持人不要这样，他真的唱得蛮好听，最少给他500块。750了，加500 ，OK 的。好，如果一个字都没有，我想应该要选择求救，求救求救了。我刚只是缺氧，然后就你需要上一句，需不需要上一句？来上一句是什么？给他看一下。如果你还有一些困惑 ，Oh no。OK， 有了，来，请接着我的心倾听。对，就接着，请借着我的心倾听，请听，请听，请借着我的心倾听，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。如果这一句啊，你觉得可能有一两个字错，你就选一次提示。因为三选一是碰到那种很棘手的状况，那个是最好的。对，我不确定一个字，一字提示吗？对，是的吗？会不会是刚好是的啊？会不会是心啊？有提跟没提一样。诺诺哥严重影响到我们，你们这什么烂班级啊？啊，刚刚不是说要帮我吗？对，我们在帮你啊。来，一字提示吗？啊，一字提示好。看一看一字提示，哪一个字？停下。确定一下，刚刚你的答案，你就用刚刚我们。请借着我的心倾听。确定，确定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现在才揭晓。陈羽凡，叫你三选一，你就不要。三选对啊，你要先。先过再说嘛，你不要去考虑后面。有没有人？我会。后面不行。绿衣服的吗？好，哎呦，救国团的同学对不对？来，错几个字？错一个字。也是错一个字，错一个字而已。对对对，请唱。请贴着我的心倾听。成这个样子，他刚讲，哎，来，同学，贵姓啊？姓曾，曾同学，对，这是你们的暑期活动，没错没错，你看多好赚啊！哇，3000元颁给我们未来的百万大歌星，谢谢你，谢谢这位真讨厌同学啊！您的汗还流得蛮帅的，气死我！三颗哈，我刚刚听到错的那个三，我真的腿软掉了。我就你听到错的腿软，还是你突然一个字唱不出来腿软？没有，我其实因为我唱出来的时候，我很确定是对的，可是后来停掉以后，我脑中开始缺氧。你有唱过这个？然后诺诺哥的声音就讲转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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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然后我就开始。不是你，原来是诺诺，我在。我跟你讲，哎，诺诺，哎，以后你每集都来哈。真的，好，谢谢，恭喜陈羽凡得到奖金零元。下次再加油，最后要你唱了，很好的表现，陈羽凡。